你们两个在那里面，我们四个人去藏。你们先在那里面数二十个数，你们先进去。开始，你也要藏。好。一。再来嘛呀！藏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慢一点说，慢一点说。一、二、六、七、十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，好，好，藏好了。嘿嘿。去找一下，看那个叔叔藏哪儿了。嗯，可是叔叔也藏太隐蔽了吧？谁在这里面啊？谁在这里面啊？哎，这个不可能是光棍吧？啊，没人。好，发现我了，发现我了，我们抓紧找妈妈，走。好，好，第二，第二。啊！哦哟，没事。看是不是床底下，床底下有没有？床底下没有。柜子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行李箱里面有没有？当然没有。那出去，这里没有了。这里面有没有？走，换个地方。看抽屉里面有没有妈妈？抽屉里面没有。三三阿姨藏的也太隐蔽了吧？哎，哎呦，找到妈妈！再来一次！不能来了，去掉了。